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熏法安心读书会每天为您分享熏法相心得。今天的主题是调御诸恶人间和合，第1464集，我是维智。经文：况复乃至一恒河沙，半恒河沙，四分之一，乃至千万亿，那由他分之一。况复千万亿，那由他眷属。况复亿万眷属。况复千万百万乃至一万。况复一千一百乃至一十。况复降五士三二一弟子者。这里面有很多的数字啊。上人说这些数字你不要执着啊，这不是很好懂，但是你用心体会就会懂。昨天跟前天我们提到这些从地涌出的大菩萨，一菩萨都是大众常道之首啊，他们有这个降六万恒河沙眷属的，还有各降五万四万三万二万一万眷属者。昨天是不是讲到这里？那今天接着讲，因为昨天提到说这各降下面总共有八层，那昨天讲了一层，今天要讲第二层到第七层。况复乃至一恒河沙，半恒河沙这边这些文就是第二层等等。那 这些文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菩萨他所度的这个眷属不同，数目不同那有的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样。那这个你看从一开始哇，这恒河沙，恒河沙就是无量数嘛不可数，那也有就越来越少。刚才第二层就给我们提到会越来越少的这个状况那到第三层更是举例更明显从千万亿还是很多到了再来第四层就亿万比较少了但是还是蛮多的第五层这个千万百万一万到万的如来如旧在一千一百一十又更少了，这很容易算出来到第七层哇剩个位数这个五四三二一就很高兴那 我以前这个都以为蛋越多越好，对不对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的不太正确，跟大家忏悔一下。我都想说是不是这个菩萨他这个法比较多就度的比较多，不是这样。因为这些菩萨的法都是一样多的他们的法都来自佛陀的法但是我后来就是仔细给他想那法是一样，而为什么度的情况不一样原来背后有个时间的因素我们没有看到还有这个他的愿力他用功的部分我们也看不到所以就像我们在瓷器世界，你看有资深的菩萨他这个什么，有的做四五十年的，那有的做二三十年，那当然也有新发一菩萨只做几年的那我上来讲过你这个用心就是资深嘛所以有时候看你用心的程度用功的程度也有差，所以这些菩萨为什么他度的都会有不一样原来就有时间的因素，有人做了这个累生累世累劫，人家已经做了多少劫去了，对不对？多少时间了，那我们才做多少，是不是这样？还有人家多用功一天当两天用这样，那又发心力愿，对不对？又有好因缘所以原来是这样。那这整个过程就是其实是越到后面越好。那什么意思呢？因为一开始哇，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度这么多众生很辛苦辛苦当然不觉得辛苦了，就觉得是幸福可是有这么多的众生要度，对不对？可是到后来度一直度到他也可以度人的所以老师越来越多，师多徒少，这个需要度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不是很高兴吗？对不对到后来哇，只剩下千万百万一万哇，最后剩个位数要度就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所以其实是不同的状态不同的状态是这样。那这个整个就是说你自我调伏自己用功的程度不同还有跟众生的因缘不同你的愿力不同，付出的时间长短不同，最后有各种各种的情况在这里呈现主要是讲这个所以这个到后来这个就剩下越来越少的人需要度了，那表示越来越清净了这样也是一个好事情好，来看上人的手札：常以忍怒为心念，能调御诸恶不生，人间和合习争论，逢苦能忍如大地，正道能断一切邪，除断一切贪嗔痴
那这个文有时候读起来都觉得，哎，每次文好像都很像，可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啊。这里上人教我们这六句啊，我听今天听得非常感动啊，就是说这是为什么可以越来越清净，就是说如果你要度众生，你有做到这六句，你才有办法有没有？哎，进入这样的状态，就是众生都被你度完了，而且你度了啊，一切无碍，比较顺利啊，可以好像扫地啊，扫地扫地扫心地啊，或是大地啊，都被你整理的越来越清净了。众生啊，无明很多啊，可是因为你有忍怒啊，你可以调伏自己啊，啊，可以调伏他人啊，啊，又可以无争啊，可以人天和合啊，啊，忍忍如大地啊，又走正道，断一切邪啊，啊，等等，自己也断除一切贪嗔痴，不会去啊污染到任何的这些啊浊气烦恼无明。哇，这个就是你可以度众生的法宝啊！这样，我们来看啊，我写的这个图啊，画的图了哈。上来的手札我就放在一起，那我就想到很多譬喻啊，想到什么譬喻？上今天手札我就想到说，因为我们知道《妙华莲华经》啊，就想到莲花嘛，一开始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以前我读《妙华莲华经》啊，我就想到说，哎，我们人啊要培养一种防水防尘的机制啊，就是好像出污泥而不染。你看这个莲花是不是有一种防水的功能？你看水滴在花瓣上啊，或者叶瓣上啊，这样防水防尘，出污泥而不染。可是哇，今天看完这个文啊，不止防水防尘，还防滑防污染，防止刮伤啊，还而且它到了五浊恶世啊，它可以发挥清洁清扫。碾碎像的碎纸机啊，还有自动扫地机器人这样啊，还可以防穿刺啊，撞到不会坏啊，这样碰到钉子也扎着不会受伤啊，等等，还可以自动整理，不只会扫地，还可以把东西都摆整齐。哇，这实在太厉害了！我就想到这个这么多的功能啊，要画图片太多了，就不画了，我就用写的啊。那如果是法的话，你看常修。常以忍怒为心念，其实上人在开示那个常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感动，就说哎呀，原来这个常这么重要啊！四修啊，不止常时修、无间修、无余修、恭敬修，其实那个常啊，你的所有心念、心心念念啊，都要在法当中啊，这些法都要常常放在你的心里啊。修呢，要自我调伏，修掉自己的习气，这样。上人今天讲调欲啊，也没地方放了，我就不写了啊。那调欲我就把它放成自我调伏，我也没写，就是我写情绪智慧。你要有 EQ， 自我调伏就是有 EQ， 要有智慧啊，调伏自己的情绪啊，不要心猿意马这样，调伏自己的念头。所以这边写正念、正道、正行啊。上来说你要闻思修啊，闻思修这些才会常修啊，这样忍怒啊，要这个放在心里啊。还需要空法，空法啊，于空法得证，有吗？上人讲的那个第二段手札，其实就在讲啊，此界虚空中住，有没有看到他文前两句？地下有四界，住于虚空中啊，就是此界虚空中住，就是为什么这些大菩萨是此界虚空中住啊？他的法性之烟底啊，玄宗之极地。上人说玄宗就是佛法。因为这些佛法他都完全理解了，完全入心了，所以他走中道啊，在下不属此，空中不属彼，那是什么？就中道，正道就是中道，正道能断一切邪，断除一切贪嗔痴，所以他修的是空法，戒定慧都修得很好，对不对？好，能够调伏自己，有情绪智慧，有 EQ， 这样能够自我调伏啊，因为你能够自我调伏，你才能够调伏众生啊，这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上人今天还开示到和合互协，今天和合互协开示的非常好，我在那边有做一张表，待会再来看啊。所以有时候在团队里面，在组队里面啊，你就要和合互协啊，要如法啊，要调和啊，上人用顺调了啊，待会来看。所以这些都做到了，都有这些法。就可以达到经文所说的这个境界，越来越需要度的越来越少，
这个世界越来越清净、啊、所以你被你渡的已经出塞啊，已经变成师父，他又已经变菩萨，他可以去渡人的越来越多，然后你需要渡的，需要你自己渡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哇，这个听懂了就很高兴啊，非常非常高兴。好，来看今日文法心得啊，长时间常常心在我们的行动中啊，这就是修行者应该有的心念啊，所以常以忍怒为心念啊，我们听法要赶紧入心啊，定下我们的心啊，稳定那个心喉，不要再乱跳乱闯啊，这叫调御。上一天要讲到调御啊，就调服自己的心啊，我们就要自己自我调服啊，这很重要啊，我们要知法，我们要如法，要传法啊，就要层层啊，随着这个范围来开阔啊，去规划啊，不要让数字将你绑住啊，要用数字好来用心，因为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数字，今天上的很厉害啊，待会那个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啊，上的这个对数字啊观念非常好啊，还会懂微积分，还有量子力学啊，这个实在不得了，真的是我听的是很感动啊，跟大家分享，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好，来看上人的开示，要用心啊，常，上人从第一个字常开始啊，常时要修啊，常时要修，无余时要修，有时候还要时时尊重修啊，所以这四修，那其实今天我就把那个常字懂，一个常字就代表四修了，所以四修，常时修，无间修，无余修，恭尊重修，就一个常字啊，心念啊。常常有忍怒，常常都有法，常常都如法啊，这样，所以连连不断的心念啊，就是什么修行。所以今天这个就是修，整个你有修，而且在空法得证啊，此界虚空中住，你就可以度众生啊。上人要讲这个，讲空法，讲修行啊，可怕大家讲不听不懂啊，就举很多很多例子啊，这样。好，那娑婆世界就是要堪忍啊。这堪忍讲很久了，对不对？还要就是要堪忍啊，才能平顺啊，才能够安乐行啊，这是修行的一部分。好，那帮我们复习这个善恶拔河，好，业事啊，这都讲过了，对不对？这个如果造善业啊，造恶业，这些业事种子都放在八识里面，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的业事里面会有善的种子，也无明烦恼的种子，是不是这样？好。那有时候我们如果遇到善的种子现前，对不对？好，那赶快把握因缘啊，闻思修，是不是这样啊？然后呢，赶快听法啊，把它这个好好发心来修行就对了啊。这个就是菩提种子的概念啊。那我们也要感恩啊，可以有这么多的时间啊来修行，对不对？可是有没有好好调育自己啊？把这个心顾好，不要心猿意马，对不对？好，然后好好的这个培养自己的善根啊，善念啊，善行，对不对？那把自己的这个恶的习气把它修掉，这就是修行最重要的。上人今天就讲这个调御啊。上人在讲的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 EQ 了啊，原来这都在讲 EQ， 对不对？好，好，不要很共高我慢啊，不要太强势，也不要很脆弱啊，动不动啊就受不了了，这样等等。都是不 OK 的啊。上次说这是跟防台一样啊，这个我今天不是写了很多啊，这个防水防尘啊，防污染啊，防台就是这些都要防了啊，防穿刺有没有啊，等等，就是各种的会伤害到我们的，我们都要防，都要修炼好自己有这样的法，有这样的功能啊，这样要自我警惕就对了。所以有没有发现上人讲来讲去在讲什么？讲如何修啊，修啊，走中道啊，中道就是正道啊，啊，就是这个空法得正这个部分，此界虚空中住啊，这样。那这个真空妙有啊，因为我们有这个穿柔和的怒衣啊，大慈悲为饰啊，啊，诸法空为住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要好好用心啊，把这个心顾好、调御好，这样就对了啊，这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上人又讲了和合互协，好，我听了也是很感动。因为我自己有教，以前偶尔会教到和合互协啊，四法四门四合一，立体琉璃同心圆啊。可我竟然不晓得上人
在这一集有开示、啊、这么清楚。哎，我教的教材里面竟然没有这一章、啊、这一章是今天做的。核心和气互外协力，核心就是理法核心、啊、和气就是知法策划，互外就是如法推动，协力就落实社区。核心要用理跟用法、啊、放在心中，所以核心的心里就要有法、啊、就要接上人的法，接佛陀的法，是不是这样、啊、那和气呢就要做气化、啊、把这个法把这个道理、啊、落实、哎、变成一份可行的这个计划、啊、目标策略、啊、这个人事物啊等等这些计划、啊、策略、啊、目标都出来，时间都出来、啊、户外就要来推动啦，如法推动、啊、好，那推动如果还需要在人间菩萨大招生、啊、在或是现有的人、啊、志工啦，社区志工啦、啊、这个组队啦、啊、可以动用的人跟资源、啊、再去带动再传下去、啊、这样这个道德协力就要落实社区，协力一样、啊、要就是来推动，可要扎根，落实社区就是扎根、啊啊、如果扎根扎好了还可以再扩散、啊、左邻右舍、啊、一起再推动、啊、但是自己的区先给它顾好、啊、这样、啊、一层一层，那所以要如何来推动、啊、如何来落实社区、啊、协力，那这个法有没有看到，这叫和合互协以法调和，我就想到我教管理、啊、这个策略规划里面、啊、组织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叫 alignment， 叫调和，上人用顺调，顺调待会下一页有，好，从上而下这个法 贯穿下来，可是其实上人在开示的时候这个除了 top down 以外他 bottom up、啊、因为协力就是核心、啊啊、核心就是协力，然后这个上情要下达，下情要上达，你看这个部分、啊、上人也有顾到，所以如果这些这么简单的道理、啊、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都落实都去做，哇，那就是、啊、功德无量、啊、真的是功德无量、啊、好，那上人说我们要知法，我们要如法，我们要传法、啊、就是这样层层随着范围来开阔，要好好去规划、啊、这个其实前面那个我就直接讲了、啊、上人开示大家可以再听、啊、再看，那这个所有的这个、哦、都没有离开这个理法核心，对不对？核心就是协力啊，协力就是核心啊，我们的法脉就这样传下去，人间和合习争论，上这里讲了很多了，和合，所以上面讲和合互协，而且这里面习争论你每个人都要修，每个人自我调伏，每个人都要 EQ， 所以每个人都要有法，就调和啦，就习争论啦、哦、所以核心和气互外协力啊、要如何核心和气外协力、就是要照刚刚 这张图所讲的这样就对了、啊、这个法脉就这样顺条下去，有没有看到上人用顺条，顺条就是 alignment， 所有的法都对齐上人的法，佛陀的法、啊、慈济的法脉，中文的法等等，这样、啊、大家都就是共知共思共喜，就这样，这个就是顺条下去，法就是这样顺着这个规则、啊、就没有争论，所以大家都要如法，都要传法、啊啊、要知法如法传法，要共知共识共喜、啊、所以我听了就非常感动了、啊、那也很惭愧、啊、以前有时候不够用心、啊、就没有 好好把它刻入心版、啊、好，再往下看、啊、一直说找回来真如本性、啊、这一条路、啊、昨天讲到这是回家的路、啊、对不对，回到如来的家嘛，文思修要好好修啊，修就是要调御，调御就是要用忍，所以你要自我调御啊，要有情绪智慧，要堪忍、啊、这个忍忍怒、啊、这些法都要入心来、啊、所以这样就会做到人间和合习争论、啊、能调御诸恶不生、啊、常以忍怒为心念，这些都做到了、啊、这样逢苦能忍如大地，这样这个就变成大家就很安稳，很安稳，然后呢断除一切贪嗔痴，遇到所有的障碍都会把它除掉，我就想到那个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是只有吸尘 啊等等，它遇到障碍它是避开、啊、有时候要避开啦、啊、有时候我们把它化解，对不对，把它摆整齐、啊、变成不要障碍、哎、把它摆到旁边把它叠起来，对不对，所以我在画那个图的时候就想到说哇，那扫地机器人只有一个功能、啊、其实
这个你要如法啊，立即琉璃同心圆啊，四法四门四合一。这个菩萨的法啊，真的是很妙的，就它是多功能的，绝对是多功能的啊，这个妙不可言这样啊。这个贪嗔痴慢疑都可以把它除断啊。上人说，我们要很用心去体会啊，我有体会一些的啊，把这些体会跟大家分享。好，往下看，地下有世界，住于虚空中，法性之烟底，玄中之极地，在下不属此，空中不属彼。这就是啊，这些大菩萨可以在此界虚空中住的一个道理，在这里。上人今天把这几天把这个道理都给你讲得非常清楚啊。上人说，你如果懂这个道理啊，此界虚空中住的道理，他们为什么可以住于虚空中呢？对不对？道理这几天都讲了哦，原来如此啊，这些法都有了，他就可以在住于虚空中啊，这样。这个就对了。好，来看昨天的文。四诸菩萨闻释迦牟尼佛所说音声从下发来，依菩萨皆是大众倡导之首。昨天有两章，还有一章，各降六万恒河沙眷属，况降五万四万三万二万一万恒河沙等眷属。昨天讲到这里，来看今天的文。况复乃至一恒河沙半恒河沙四分之一，乃至千万亿那有他分之一。那这是今天这段文啊，上人说要用心，因为这文这么多的眷属啊，这么多的数字啊，那到底是怎么样？这包括你的起心动念啊，很多很多的法，因为你要度众生，一定要用法，你自己要有法，然后用不同的法啊去度不同的众生啊，看因缘啊，对，看看这个对象啊的根器等等啊，所以。有多少的念头就不断的在心地啊记忆当中不断的涌现。我常说，心中有法，你才能说法，才能度众，是不是这样？上说不要让数字啊将你绑住，要用数字好好来用心。因为昨天有讲到五六十六五四三二一，对不对？六是六度万行啊，五是五眼啊。上就举五眼做例子，五眼啊，比如说肉眼啊，天眼啊，这个慧眼啊，法眼啊，还有佛眼啊，这些。那这个五眼啊，那你可以把它看成什么啊？凡夫的眼啊，这个天人的眼啊，声闻的眼啊，这眼他说眼就是见，见就是见解，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思考，对不对？啊、还有到了这个法眼啊，菩萨的见解啊，还有佛眼佛啊，大觉者的见解等等，用这样来看啊，所以其实这些数字啊，要上来说。这就是要用这样来让大家了解法，就是归于法，很多很多数字都归于法，但是不要被这个数字所这个绑住了，有没有？就是不要让数字将你绑住，这 要用数字好好来用心，把这些法放在心里，这样，但是不要执着就对了。况复乃至一恒河沙半恒河沙四分之一乃至千万亿那有他分之一，从多至少次第减来啊，况复乃至一恒河沙乃至啊至那由他分之一者，此二乘啊，亦施多图少而过上啊。就后来就施越来越多，图越来越少。为什么？被你度的人啊，哎，都也可以当老师了，可以当菩萨去度人了啊。这样，因为我自己也有当老师，我也都希望说我带的人，哎，他们都可以当老师啊，就可以度众，那我就会越来越轻松啊。啊，这样。今天早上还在跟一位这个师姐聊到这个事情，好等等，所以施多图少，好，这是好事，这已经到第二层这里啊。那我们来看啊，上人在开示 这几句的时候，他就说这就是在减减减减啊，上人用了六个减字，减到可能到最后是零。其实我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非常震撼，你知道，好，就是原来。这个数字啊，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刚才数字在哪里？就是这句啊，乃至千万亿那由他分之一啊，等等啊，这些就是经文来到这里啊。我们看一下原来的经文在这里啊。好，这些这个文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它就是零，好，就是零。因为我以前学微积分的时候，从高中学极限、到大一学微积分，我就记得一件事情、这个极限、
无限大分之一等于零，趋近于零，就等于零，然后无限大分之 n 也是等于零，所以这个矿富乃至一恒河沙至钠由他分之一，钠由他分之一就是零，钠由他就是无限大，所以这 x 等于无限大，对不对？好，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无限大分之一就等于零。哇，就上人这个有没有？他说减到可能到了最后是零。这个经文里面是写中文的，写那由他分之一。上人知道这就是零，哇，太厉害了！这个连微积分都懂。其实佛法里面啊，它其实你用微积分、用量子力学去理解，特别是华经。华经方，我读到方便品第二品的时候，这个佛陀就有讲啊，这个我也是觉得，我也是用微积分去理解他的讲法，哎，就懂了啊。这个大家自己去体会，因为这些法，上次说这些数字啊，他今天这个法一定要很用心才会听懂啊。这个我听的是很感动啊。那由他就是无量的意思，这么多一直减到最后就是很少啊，很细微。很细微哦，所以这一直分，刚刚是减，上来这里用分，这是微分啊，还有积分，这样很有趣，这是微积分的概念啊，这样好，所以就是很细微啊。上来说这个科学上啊，分子啦啊，这个啊原子啦，一直到量子啊等等，一直分下去啊，我听了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啊。好，往下看啊。矿富千万亿，那由他眷属；矿富亿万眷属；矿富千万百万乃至一万；矿富一千一百乃至一十；矿富教五世三二一弟子者。好，来看上人的开示啊。这个那由他刚才讲这无量啊，一直分啊，分啊，这样一直分啊，那就从很多要度的众生一直减啊。上人说为什么一直减啊？因为得度的人越来越多了。得度人越来越多，需要度的人就越来越少，这不是好事嘛，对不对？好，那就我刚才讲说，因为有时间的因素，有人做比较久了，度比较久了，对不对？有人比较用功啊，有人愿力，这个不同的愿力，不同的因缘啊，所以同样是大菩萨啊，那每个人状况啊不同，就像你看我们的受证的师兄姐里面啊一样啊，每个人进来的这个时间啊、因缘啊、愿力啦啊、用功程度都不同啊，这样。眷属由六万恒河沙眷属啊，至千万亿那由他分这个恒河沙眷属之一，此为以恒河沙为单位啊，而顺次序递减之啊。他今天的这个从第二层到第七层啊，这样这边有的哈、啊、都是一直递减这样哈、啊，所以一直一直细分下去啊，啊这样一直减，好、啊、减到无量亿。这个无量数啊，无法计算的数字啊，一直到万，到变成可以算的啊，这个等等，所以说从不算不出来，一直到可以算得出来，哎，这是好事啊！算不出来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哎，可是你度的哎，越来越亲近了啊。待会举个例给大家分享，把这章讲完啊，下一章来讲，从前次第减损。那由他为亿、为万、为千、为百、为十，乃至五世三二一次第说眷属，从多到少，好，一直减，一开始都算不完，他减到哎可以算得出来，哎减到个位数，对不对？这就是度众生啊。所以这段经文大家如果没有很用心，无法去了解，因为数字嘛，这么多数字，还很多天文数字，对不对？恒河沙啦、那由他啦，对不对？那实在是很多。那所以我这边写什么，因为我 在前一两个月吧，就整理办公室的房间，我办公室有四个房间，那有三个房间很乱，这样只有我现在自己这间好一点。好，那就要整理啊，要整理，哇，我整理一个房间要好几天了，为什么？因为实在太乱了，很多很多杂物，有的要丢掉啊，有的要归位啊，有的要擦洗啊，等等。所以我在整理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你看这么多啊，当然我没有起念头说啊，那整理怎么整理不完，因为我就这个一个目标一定要整理好，
好，我现在已经整理好三个房间了，两个半了，整理好两个半，所以我很有心得。 我做法跟这个今天的经文很像，就是一开始哇一堆，好，那我会把它搬出来，搬到总的外面来。好，搬到外面来还是一堆啊，开始一直一堆啊，无量，算不完有多少需要整理的。然后等到整理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哇，就很高兴，我都会比如说还堆满了六张桌子，因为我外面很多桌子，办公桌上堆满了六张桌子，后来剩五张桌子，后来剩三张桌子，两张桌子，一张桌子，就知道说我快整理完了，我就很高兴。所以我都把还没有整理的就堆一堆啊，本来是六堆变五堆变四堆变三堆变两堆变一堆啊，最后全部被我整理完了啊。所以我现在有两个半房间已经可以用了啊，这个就非常非常高兴的。所以这个啊，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啊，所以这个数字啊，我体会蛮深的啊。好，况复千万亿，那由他眷属啊，此三层减其徒而增其师啊，这是第三层。况复亿万眷属，此四层亦减徒而增其师。再画一张图给大家看，好，这整个过程都是徒众越来越少，师越来越多，这样啊。所以这个徒就是要度的众生越来越少。意思说懂道理的人越来越多，这样他也可以去做菩萨，可以去做老师啊，好啊，不用你度，他可以再去度别人，这样也是好事啊。况复千万百万乃至一万，此五成啊，徒少师多。况复一千一百乃至一十，此六成，徒少师多。你们发现都是徒少师多啊。况复降五四三二一弟子者，此七成，亦徒少师多啊。那我昨天不是有把这个经文拉下来啊？那经文是这样下来的。我在画图啊，后来发现要倒过来，我把它倒过来，倒过来才对啊。我本来第一层在上面啊，第八层在下面，后来赶快把它改。第一层在下面啊，那一直往上啊，这个第一层到第八层啊，那这个他们有个共同特色，就是从师多徒少啊到这个徒少。师多这样啊，这样啊，所以一样啊，师多徒少，师多，就是懂道理的人越来越多了啊，这样减其徒而增其师，有没有看到？那上人最后在结语提到，他用一个种子啊发芽，变成茁壮成一棵菩提树这样的过程，一棵大树啊，再给我们一个譬喻啊，所以上人是用心良苦说。提醒我们用各种譬喻啊，我就很忏悔说之前怎么没听懂 啊不过这次听懂了也真的很高兴啊，跟大家分享，把它讲完了，快讲完了。从凡夫的见解、天然的见解、生物的见解，一直到菩萨的见解，慢慢就会进入到佛的见解，是不是？这都回家的路啊，回归真如本性啊。那我们要自己要这样啊，那我们要度人也是一样啊，很多很多烦恼的凡夫还在六道当中，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要去度他啊？等等啊，所以就有这个法啊，就可以度，一直入心来，一直入心来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地已经裂开了，看见法了，这个法的种子已经出来了。为什么会从地涌出啊？对不对？好，就是这样，从芽到苗，从小树到大树起来了啊。大树核心，有没有？今天讲到和而互行啊，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啊。用这样来譬喻，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啊。有没有看到？就是画这张图，看到这个啊，这个就是从这个芽啊，然后从种子发芽，最后茁壮成大树啊。好了，上说这个法啊很难说，不可说啊，因为其实背后在讲什么，在此界虚空中住啊，空法。后来看懂了啊，原来在讲空法得证。这个，所以空法是最难说的。好，那这个很难说，可是大家用心很难说，难说自然就难听懂。跟大家讲，我第一次都忘记说啊，这些为什么没听懂？后来我想到了，那时候不够用心。那时候我早期有写这个，我都会记笔记，可是早期会写心得，笔记只是把上人说的记下来。那我写心得就是文思修的思，之前都没有思啊，只有文，
为什么那时候听不懂？那时候没有思啊，他也没有修、哦、所以你听闻佛法以后，你有思考，你把思考的心得写下来，然后去实践它，去做它，去修、哦、去行，这样就对了、哦、有这些过程的话，你就会听懂了、哦、那不只会听懂，还可以刻在心板上，你就可以变思啦、啊、也可以去度人啦、啊、就跟佛法讲的、哦、然后就如果你懂这道理，我想会应该会很高兴、啊、今天就把我的法喜跟大家分享，感恩，愿做上人的助教，广传净思妙莲华，感恩。